欢迎来到本期全球私人岛屿系列。巴拿马位于加勒比海和太平洋之间的地峡上，是南美、北美和欧洲贸易路线的一个交叉点。虽然巴拿马的私人岛屿数量相较于之前分享的加勒比海岛国家少一些，但也不乏一些不错的选择。今天介绍一座名为 Porcada Island 的私人岛屿。Porcada Island 位于巴拿马太平洋沿岸的奇里基省，距离戴维市乘车不到一个半小时。你可以选择从大陆码头乘船或水上飞机达到该岛，也可以申请授权重新启用现在杂草丛生的跑道。这座岛屿非常大，占地约924英亩374公顷。岛上拥有郁郁葱葱的热带景观，到处都是美味的水果。岛屿沿海一侧还有一条长沙滩，周边的海域也提供了丰富的海鲜。此外，该岛已经有一定程度的开发，基础设施完善，能够自给自足。岛屿通过太阳能发电系统提供可靠的电力连接，手机信号良好，还拥有自己的淡水泉和充足的地下水。岛上还有一个码头，可供停泊出行船只或水上飞机。在 Porcada Island 的一角有一个现成的建筑群，除了业主的住宅外，还包括一座农舍、一座看门人的房子和四座员工宿舍。这些住宅的建筑风格都比较符合当地特色，基础生活设施配备齐全，可以保证日常所需。你随时都可以在住宅的阳台安静地欣赏沿海美景。该岛目前享有度假胜地和牛马牧场的混合用途。除了住宅之外，岛上目前正圈养着一批牛羊。在此基础上，你也可以申请重新建造一座私人岛屿庄园，或是高尔夫度假村，甚至建造一座私人马场，发挥其更大的商业价值。在巴拿马，外国人享有与当地居民相同的条件购买房地产。不过也有一些购买岛屿的相关限制和要求，比如不允许购买距离国境10公里以内的岛屿，岛屿沿海地域的私人使用需符合当地法规要求，以及合同以西班牙语进行公证、签署并执行等。因此，如果你对巴拿马的私人岛屿感兴趣，建议与专业机构合作，以确保交易安全性。Porcada Island 是永久产权私人岛屿，目前正在出售中，售价为1080万美元。感兴趣的话，欢迎私信咨询。我们下期见。